走出情商合体宋敏琴。可是我觉得他感情还是蛮厉害的啊，不要打太极。是啊，婚姻啊，动三年多的感情在去年底默默画下句点了。回答不答婚，一日就宋敏琴好姐妹在微风聊情商而 shopping， 想不到一个转身，这拖地长裙加桃色室内拖，哎，只能说阿婚的时尚走得很前面。只有在这个 moment， 阿婚一边拖地一边拿起手机开始接电话，进去餐厅大口吃着泰式料理。哎，就算跟阿东分手三个月，有好姐妹陪伴也是 OK 的。而且好姐妹宋敏琴也在八日和妈妈来个鬼斧下午茶，看来双女生都过得不错呢。哎，那雪芙嘞？还是雪芙那段吗？为大家翻译，就是不和。陈依前的女团 Dream Girls 闹出内讧，阿婚跟宋敏琴同一阵线，和郭雪芙不和浮上台面。近来三人又分属不同公司，郭雪芙转往中国发展，宋敏琴嫁为人妇。离婚最近也发个人单曲，梦想女孩已成历史。娱乐动新闻，单飞会更红了，报道。